干，你躲掩体加25%的伤害技能，快走啊！我要看，要重来看自己的数。好，终于可以打上面主线。我说我干，我念奇怪，我暴击率是0%，但之前一代的暴击率很好撑的，现在不好撑了。现在很多东西都不太好撑。什么鬼声音啊？我偷跑，你去哪里？我去跟我。跟钟师长看他是不是偷肩膀？谁偷肩膀？我没讲，不能讲话。然后师长，你故意走这边干嘛？没有，装饰抓到。啊，这没什么可以捡的，而且那边有人在打架啊！我旁边控制点，我要路过。妈啊！来看我了。好啊，小人，该你上了。看我，啊救我！好烂哦！看你啊，小人被打成白痴，超烂的哎、欸，这边打歪哎、欸。来、欸、芒果，哎、欸，控制点啊，干你娘 ！Go go go！看小鹿，你二次啦，你装死哦！屁啦，我不能装哎、欸！你刚才升等而已啊，他的等级是假的，因为他跟我们打平，他跟我们平衡。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出现什么？就是不能啊！啊什么不能呗、欸？啊就不能呗、欸？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不能？我就不撞上去啊！这到底几点了？怎么可能？24啊！24啊！假的啊！你们不信？在干嘛？还要时尚偷完了射击练习。偷完了。然后你看，这哪里没有啦？哎、欸，怎样？哎、欸，失败了啦！哎呀，我现在怎么？不玩的啦，怎么啦？为什么我后面有两个点，我前面有两个点啊？我自己又算一点，为什么？哎、欸，对，干，小人真的偷开了，偷开什么啦？不是啊，我前面两个点，我后面有两个点啊，我自己又有一个点。我什么事啊？这边是上来。嗯。哎、欸，不是，我看到那边有三个点呢、啊。他、啊、不是要打那个吗？主线吗？走、啊，打主线、啊，走、啊。哪一个主线？叫什么？我不要啊。羊。今天可以、欸、对，妈的，为什么小龙冠从24变22的？对啊，超怪的啊！我要看他也是24的。干小龙啊！小龙，你开修改等级啊！我等级还不开个3，谁可以开24？松下，我的发！到底是不是在锤他、啊？没有了，应该是跟我们打的时候，为了配合那个。所以忽然让小人变24了。走啦，下面是这个啊？为什么一直会有这个啦？哎、欸、哎、欸，他等级24等哎、欸，为什么才22？你怎么变24？你又开外挂了？下面这个，我说这个等级是24，我现在22。哇塞哇塞，你们看这个。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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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用拉啦。哎呦，白痴，岩体是怎么躲的啊？我干干的，比我还痛哎、欸！要往生呢、欸。干阿斯要不要拉啊？拉什么？谁？哎、欸，靠背，靠背，我荡掉。哎、欸，死机后面，死机后面。等一下，我救一下石上他们。看，一人荡掉，你没抢，我想说，一人在拉石上。我就不能讲话、啊。看，你讲话都不能讲。哈哈。电脑了。对。哎呦，那谁，一人摔倒啊！哎呦，不是什么车啦，看里面啦。哪里呀？哎，有路啊！要把他打爆吧？打掉啊，靠背啊！谁会知道啊？干你雪峰，我们 A 那个门打不开，干你要打那个空子。没有，世界上不是有一个吗？雪人那个，那他很执着，就会往那边走。哎呦，为什么人从上面掉下来？一枪一个，你要负责掩护我。两把弹哦。买那个维新的章啦，6000块而已，信仰好不好？一万，哪一张？公子理解。等我买的章。哦，哎，问你哦，你卖扇子给这秃额头，秃额头是他跟我买，他说他跟我买小魔，他问我圈小魔跟顶腰价格，然后问说会便宜一点，然后我说你猜个价钱，然后不回我，然后我电话说啊你想好吗？他说等我一下，我再买，然后现在多少没回。啊，他又问我。
两百套是我价格，他说哎、欸、不错哎、欸，那我问一下我男友好了，又没有回应。曼山喜欢杀鸡啊。我已经开了，我已经算他还可以。欸、门这边，门这边，门这边。是我杀鸡吗？我开这价格就是给他们打。对啊，11500。你实际上做过我的。月乐，你先跑。月乐，不要救我，复活了。来往，哎，一起用啊！我升级 AI， 看你们看，你们看，哎，干嘛？穿墙？没气，哈，还出剪刀哎、欸！我靠，都尸体耶、欸！偷税了，抓到！啊，是很爽啊！有只猴子、欸，你们看。欸、他会动欸、我觉得打开会不妙哎、欸！可怕！哎！啊！我他直接冲过来，没有回头我就死了。我在看实况哦。我在看创始人实况，看我笑死了。嗯。然后没有人下去，看娘嘞！看娘嘞 ！Double kill！ 干、哦、这个自杀兵枪啊，一次炸两个。
这个人怎么死掉？知道还拿着枪的。哎、欸，阿光像是变红。不是阿光，我刚刚叫他补我啊。他是不是在看影片？觉得我们吵。叛逆期啊。我不能这样讲啊！每一个游戏突然间没玩，也不是说无聊，就只是时间变多。可是我不会啊！你总要需要点时间来看要干嘛？没有啊，玩这个游戏，下来玩全击封锁就好了。对啊，就是这么好玩，这么香，真香！你这样讲出来就有点违心了，为什么？哎、欸，屁股后面精英怪！我靠！上来啦！只能打了一个背包也好吃、啊。哎、欸，这个人倒插在桌子里。这金色背包。我好像打到蛮多件金装，可是都很废啊，没用啊。就跟全金，我们当初玩的时候，金装干的那个不超废，正常啊。二头肌。能不能上不去啊？就站在这边的吧。哦，我就说嘛。一定会有洒水器的系统哦。然后第一次玩怎么没有洒水器？现在终于有了。这爆走，好，看一下。好扯哦。看无啦。这就是了。刚才弹狙，然后不知道被什么打到，被他打一巴，我就死。这回干嘛？上次干嘛？干嘛？哦，看吧。那你们死了啦？啊，不是不会死。扑灭火势，又要查水系了。全我进去增加火势吗、啊？真的，这边，撒一波水，啊！跟你啊，他往前冲，突然想，吓死我！
边吧，这边这边啊。哇，游泳哦，这边可以游泳哎。这张图好像那个。要打 G 兔的地方。G 兔，我是 G 兔还是 G 三？打王喽。嗯，等会。哎、欸，干嘛？他干嘛？哇，那是馆长吗？制造外星人。哦，不是。哎、欸，好像是哦。你像馆长了。把门关起来。偷跑，偷跑。那那边一定有人啊。也不是馆长啊。哎、欸、鬼！哦。疯狗是不是啊？我记得他一直撞门。哦，敢偷啊！抓到。我是看人家那个什么影片看到的哦，这好像是预告还是哪一边的？撞撞没事，那谁，小人去帮开一下门。小杰送我，那、啊、小不是散弹枪吗？对啊，小人直接冲上去，你贴着他干。我贴着他干，等下就换我被干了。好像出来了。我觉得他敲不破。刚敲的痛。哎、欸，这时候应该可以打他才对啊。看，用狙击枪看可不可以穿。他是不是死了啊？啊，不是散弹枪。可是你拿散弹枪呢？对呀，干就是散弹枪，它残血剩一点点而已，然后我就被他枪敲死。冰贡啊！干啥破了？如果用准雷应该就可以穿。欸、小龙发准雷。准雷开加速啊！小龙给准雷。又来了，金的。你前面整总看敲那么久。哎哎，不是去前面看。干嘛？干嘛回来？哎、欸，他疯狗！哎、欸、哎、欸、哎！哎、欸、呦！哎、欸，疯狗疯狗！疯狗！哎、欸！啊！嘎！啊！笑死！哎，被小兵我解决了！是是是。
他玩。怎么跟他玩？他锤我们呢、欸。挂了。挂了。靠背、欸。右边，右边，右边，右边。不愿这样。是啊，是啊，是啊。有小怪啊。还有吧，那是猪王吗？应该不是。他怎么过关？啊？没了？这一定是我。What？ 不是啊，阿光在、欸。我看他开始练的游戏。他在吧？就是。在啊。只是我们太吵了。对啊。没有玩游戏，你都觉得。吵吵的，啊！笑死！他们，他们，好，我先走啦。那你们会上来吧？哦，你这昨天下去哦。对啊，哎，靠背哦，白痴哦，我还电梯里面呐。啊？看低能的啊，我被传下来了啊，白痴是不是啊？你刚去哪？异次元啊！我刚坐一梯上去哟，妈的，然后被你们传下来，干白痴哦！不要乱传吗？不要坐电梯啊！哎，白痴！哎，是要上去了！干，我直接传了啊，不管了。他坐上去了，坐几次啊？笑死！如果现在按一下的话，会怎样？按下你们下去了啊？我刚上来哦。干浪费时间，操！看到了，不跑、哦。耶了，为什么你按六零装瞄准狙击镜啊？哎，那边不是机枪吗？对啊，你为什么装了十二倍镜啊？我让装十二倍，你他妈过来，你过来，过来，十二倍镜好不好？还给你看，这不是真的，这是倍镜好不好？那种机枪，三角四倍镜，啊，不知道装什么？你娘，你是故意的吗？靠背哦、喔，不知道装什么？哎，疯狗啊！我那个四倍镜啊，四倍镜。十二倍镜是最，十二倍镜是更长的。你为什么装十倍镜？啊，不知道装什么。不是啊，你问我装，我装啊，我就回答你不知道装什么镜。等一下，那你等，那你用机枪。啊，不知道装放大镜哦。不是。那你机枪怎么了？你机枪上了狙击镜瞄的吗？没有啊，不是啊，它只是放大而已啊。我没有什么特殊狙击啊。那狙击镜多难瞄吗？没有，好像只有六倍还八倍才会变大，四倍好像是那种要在暗示那种中间它才会变大。中间。中间啊，或tab 啊。哎、欸，你们看地图上有一个很像剑的那个图案吗？哪里有啊？兴趣点什么？菲利普斯条粉，打那个菲利普牛排，还是要先打附近的支线？好啊，看可是等级一，打下面控制点啊，下面控制点，好，控制点比较近。
白宫又改造，白宫又变好一点。对啊，不是主线卷，它里面东西又变不一样吗？对啊，那空间好像变更好了、欸。看够太爽了，不是堆一大堆纸箱的、欸，但越变越好。来了，时尚来啊！嗯。下次上线的时候带你实况一下。你有实况路线啊？我记得一代就有实况路线啊。有这种，你看这种东西。这个啊，暗区实况路线，妈哪个王八蛋做的啊？苦大师。好。打没？叫兄弟。看，我这瞄准是上。好、哦，我是瞄好啊。哎、欸，那个火焰瓶，我太玩家。哎、欸，哎、欸，谁他妈卡我？哈哈哈哈哈！你死了几手？哎，看你也是过来爬过来、啊。哎呦！哎、欸，上车车。哎呦！四驱车啊！探头啊！那个援军怎么远啊？废物哦！来了啦，援军来了啦！不是你啦！狗拉你了啦！看不起你！哎呦！干成小豪的四驱车！我那个。谁的四驱车？霍金的四驱车。啊小。我要选他送头了。闪打，闪打，闪打！人冲啊 ！push push。哇，想进去？要怕我们刚站你屁股。欸，我在想可不可以就是全部帮小人加血，就是三台那个温机。哎，你们那个房烧的丢门口了。对啊，还有一台、欸。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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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梯走梯。打呆了，呆了怎么打的？开枪打的就冲了呗。冲了，打呆。那是谁啊？那边一直蹲，一直蹲，他妈当谁说？靠北，跑去哪里？怎么爬到电线杆上面呢、啊？侦测 BOSS。刚刚吃饼干，那还做什么都可以选择，真你妈的，这才超甜的，这才有痛。你还吃个八宝粥好了。没有，他说什么燕麦饼干，可是外面裹了一层肉粥，然后跟那个水果干，我刚咬了那个水果干，我牙齿整个抽痛。我现在讲话都有点大口水。我超喜欢吃那种很硬的煎饼，很爽。我喜欢吃很硬的法国面包。哦，那也很爽。我很喜欢吃那种面包，我觉得那面包好香。哦。咬到最后很香哦。干。哦。我怎么知道啊？干，好啊，没关系啊，洗一洗，操他妈的。我捡的啊。拜啦拜啦，朋友到这就好了。拜神。真香！这手枪，这手枪哎、欸，没关系啊，可以的，没关系啊，这没关系啊。交
都出来了。这个不用手枪给我。一人不要动。妈，只想看一人。你在干嘛？看一人很强。对呀、啊，这才十二倍好不好？这才十二倍，感觉你有什么？现在把机枪超像那个什么 ，CS 那什么野战那个 M60的，超级像的。我一开始以为是狙击枪，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是狙击枪，就靠近看是 N60。那狙击枪子弹用那个啊，弹壳的啊。这谁那边是蹲跳蹲跳哦？那实习为什么你角色叫蹲跳蹲跳？有吗？有，我看实习角色是蹲跳蹲跳的。找问他为什么要跳？跳、欸！打直线，打直线，打下面直线，下面直线呢？古迹，攻击古迹，正常攻面。哎、欸，小花、啊，嘿，啊，冬天还在这边，你为什么要去？干嘛？吵架、啊？不是哦。哎，你俩，我进来的时候，他不是一出来就问我说要，就是要不要把账号接他吗？哎、他嫌你们吵，把我拉下去啊！干你俩，我被拉下去，我就不知道怎么上来了。不知道怎么上来，直接上来了。没有啊，他就一直跟我借账号啊。上来了就是那个嘛，怕尴尬。对啊，我总不可能讲说干我不借，然后我就直接上来了，那更怪了。没办法、啊。说了个。嗯。是没想到还在打，我突然被锁了，然后我过去了，我就不借嘛，我不可能进他本尊呐，干你娘！我那么到时候直接打不开被锁就是大海，对啊，然后就说他就说要借小号，我就说我小号借，他没有被锁啊，就是一直锁人家，后来他叫我去跟阿光借账号，我就去敲阿光，看是所以他要你账号锁人家，所以他看你的账号，那你。怎么开始的？到了，是这边吗？嗯，是吧？是吧？是吗？我就敲阿光，我也不确定。跟阿光讲说不要，阿光就跟他讲说，就叫我跟他讲说，他把输入法一除掉，我再考虑接他。输入法一，有。对，我知道大家都不想接他，但谁会接他？然后，因为我就后来我就跟中天讲说，阿光说可以借你，可是你先把那个输入法一除掉。好扯。然后中天就讲说不可能啊，只要是垃圾我都想嘴，看他嘴了。太凶了吧！啊，他真的蛮嘴蛮凶的。敢说这样讲，他也是想用你的账号嘴。他看他借到谁的账号啊？啊，对啊，他现在他不是想用谁的账，不是想用我的账号的，他是在看谁可以借他账号，谁可以借他账号去做。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被锁，只是我觉得这个行为很北蓝。这边，这样讲不怕他换上来啊？我们又不是第一次这样，我们马上找回话题了。我看，哎呀，这边都是老手了。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积分打不上去，不是别人的问题，他的问题最大。哎，还有想要打 Overwatch 爬分的，心痛。算了吧。对了，我的那个四千分是你打的吗？还是小鱼？我好像打到3800还是3700了，4000应该是他打的。那小鱼，那应该是小鱼打的。好像这季啊。对啊、哦，这季有没有？上季，我有点忘了。已经过一季啊！这么快、啊，哇，时间好快、啊。已经十五季了，好爽！迫击炮，好卡，好卡！我不敢，我敢。四驱车。这台太大台了吧？好小了、啊。
迫击炮哪里？找一下迫击炮。妖兽、哦。哎呦！3.9A。小人怼他。有。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三十帧，我掉蛮多的，我体感五十帧左右啊。完了，我没掉这种都看不出来。体感的概念，不要什么中六七，怎么叫体感？我不知道是什么。真的啦，我分出来几五十才六十哦，超明显的。你的感受，你的感受温度大概四五。干，我怎么会知道？我不是五十度啦。体感温度五十度，屁！体感温度五十度，挂了啦！头烧坏了啦！很多天气预报不都会报什么体感？我就干你娘！到底什么东西？以前没有这东西啊，对不对？以前没有什么体感温度。有啦。不是啊，我就不知道那个温度是什么意思，怎么样的就是你感，就是你自己感受的温度啊。可是我怎么会知道那个是几度？就大概啊，总不可能在冰箱里面，然后还说哦，体感五十度啊。就大概那个感觉啊，就是有这个人啊，但是智障啊，没办法的，人要死了，那人死啊。哎干爹，我在吊针的，为什么？开门的妈的！为什么我跟你们的路走的不一样？哎、欸，你们掉帧了吗？你们都没有在掉帧哦。没有，四十帧了。我有啊。你有那掉帧不是我问题，这边场景真的变太多了吧？有点卡、啊。场景变多了。而且我刚刚不借账号，他在那边追我响器，我就想说干你鸟，我借你才是问题最大的时候。对，都不能借。就不要借啊，不要丢他。不是啊，我觉得，对啊，我就觉得，好啦，如果你今天是正在玩游戏，你真的没有账号，我可能会勉强把小号借。可是你要拿人家账号去追人家，我觉得这不管是谁都不会想借。那你可以借我账号打积分吗？小号可以借你打。我想要拿不准。那你没有办法打到钻石。有点卡这个。那个敌人回溯哎、欸，上下上下的。超扯的！刚刚从下面死掉，然后从上面飞下来，靠飞。是不是那个？还是？我是这张图而已。啊？这张图的问题。哎，不应该是在给人点走吗？有一点。谁？月亮杯啊，就是女生用的那种。一个杯子什么的，我不敢用啊。什么东西？谁敢用啊？飞机杯，就是这样子。对，他是把那个放在里面，然后接鞋这样。啊？然后在拿。就一个类似小杯子这样。那干嘛接？就是鞋啊。月亮杯。对啊。那个好像不是没有不能卖吗？对不对？正常是用，现在好像有一些通路有卖。那个是要放进去啊？正常人不是用卫生纸。你听懂吗？就是正常的不是用卫生纸垫着，变成一个杯子塞进去，然后血装完之后再把那个杯子拿出来倒掉，洗干净再塞回去。啊！哦，它是重复使用，不能接受。棉里面不是棉条啦，棉条是棉条，月亮杯是月亮杯，你打月亮杯就知道了。
啊，室友比较好吗？那个？我觉得不太卫生，而且容易长。我觉得怪的。你还塞回去有病毒啊？啊，会有人用吗？然后很多人用。好硬哦。我觉得那杯子不是啊？如果他杯子是什么材质啊？医疗的那种塑的那种。那个什么，它很像塑胶的那种很软的，下面，它是医疗级的抗菌的那种。啊，如果拿不出来怎么办？怎么可能？不会拿不出来啊，只是太扯了。可能你不没拿好的话，大概就是很小。这张地图怎么怪怪的？哪里啦？他跑出来啊！哇，老塞！Back to the campus. They should arrive shortly. You did good out there, Agent. You know, 包包，没有，你刚刚不是包包，哒哒哒哒，啊，打旁边这空，啊，控制点，看，我知道为什么这边那么卡了啊，为什么？你出来看啊，他妈的！物件这么多不卡才有鬼，这还蛮漂亮的。这房子多啊，然后什么垃圾啊、车啊，妈超级多，真的没有骗你，你自己出来看，妈的，我这边在好小，还超夸张的。我靠！你看这边不卡才有鬼，你看地上那么脏那么乱。干完了，我体验不到掉这种感觉。啊，好可惜哦。好卡。三轮车。兔子。哎，为什么你们看我看的东西不一样？你们看兔子，看三轮车啊。然后上面刚才有兔子，它撞下来了。走啊。哎，前面有人。小鹿斑比。靠背。还有人啊，来啦，想干呢。这派就要弄，来呀，我们这派。
我的那个哎、欸。好烂哦！我是那个哎、欸，好嫩哦！没有拱啊！不是，你在后面，我从过去秒人的，妈的，超钝！咖啡小错。不是，剩下干嘛？我们赶快离开这地图好不好？过不了了。好卡！我想先回基地卖个东西。啊，好的。那东西有点多。算了，干不赢，我等下睡了。帮你的忙，十一点而已。师长不要靠呗！你你啊！喂！哎！什么啦？到底干我屁事哦？还好我先传走了。妈的，一人传怪快，一人。不是啊，我要传基地，怎么传这边来？我传基地啦、啊。我刚传基地耶、欸，然后突然传到十一级那边去耶、欸，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到底是干我屁事啊？包金大队长，啊小啦，可以啊。你真的看到？Here's Will coming down the spine of the hill, coming down. I'm on the lawn. There he goes. He's gonna get some air. Here are you. Are you okay? I'm dying. Are you, okay? Help me. I'm dying. 为啥？干小月。靠别按照。精英相传。刚刚就直接雷场吧。天大的奥秘。干。我靠，这三小。巧了，要休息哦。嗯，你要休息哦。对啊，那等下不就要睡觉了吗？哦。
哎，要不就叫他关上来，讨论一下那个加班。好啊。好，我们挡掉。喂，你是三十号有空吗？你是三十号有空吗？啊？你是三十号有空吗？有啊。他吃肉多多吗？可以啊。他吃中山，中山要吗？可以啊。三十号是礼拜六吗？对啊。哎。啊，还有谁要去吃？现在有谁？你我小伦、阿光、康哥要吗？他管去。没有，他掉了，他掉去南港了。掉。哎。真的，他掉到南港。哇，真的、啊。谁？所以我就会看到他。那继续吗？还是休息？看你吗？休息再继续。我是随便，看你吗？我想继续。那继续啊。那就来吧。别怀疑。都是我，还是我去暗区黑 PAP？ 暗区哦，也是可以啊，去看看。好啊，去被黑 PAP 好了。反正被打爆就算了。他会不会捡到什么好东西？就什么都没有啦，没一条啦。他被打爆啦，被屌啦。你也屌啦，要讲无？你也屌啦。干啥呀？样样好正、啊，样样好正呢、啊。啊，去哪边安区？右边，你也只能进右边的。是吗？对吧、啊？完成侦查任务才能进去哦。要先完成任务哦，好麻烦。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你刚刚咪一条在讲啥？咪一条啊？你再讲一次。咪咪。对了，你刚刚讲咪啊，不然咪一条会怎死？我来干。哇、哦，看我滑鼠好烫哦！看，因为我滑鼠不知道几个小时了，超烫。感觉滑，我的体温。感觉滑鼠浴火纹身。看，已经连续握只滑鼠，已经握了连续三天，握了差不多有七八个小时以上了。太多了吧？一直握着哎、欸。哎、欸，如果玩个游戏玩疯，是有可能。我只觉得以前我们可以打宅二打整天是蛮屌的，讲的我突然想想也是蛮扯的。刚跟你讲，之前我们在刷早上打到晚上哎、欸，是轮流在刷，超夸张的、欸，直接开脚本挂在里面轮流刷，真的刷不完，真刷很累、啊。我还以为我们是疯了，从早上打到晚上啊，继续打。
哎，我滑鼠键是烫，下面是烫。你整个都在躺着的，差不多。好像觉得我怎样讲都快变微信的，耳机是微信，滑鼠是微信的，我都要买一张微信椅。我去厕所一下。买啊，想买什么就买啊。现在有钱，什么都可以买。买钱？钱都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没钱。没有，问题是我钱太多。直战昨天不是有讲上来说，现在钱多到花不完。有这么扯吗？是啊，那是现在而已啊，不然你过几个月就……嗯，这钱发现，怎么钱都是差不多花不完，钱真的多到花不完，东西一直卖，钱都一直，东西出得去，钱进得来，他发大财啊！他要发大财！你到底什么东西啊？哎，你们抄我，你们抄我，你们抄我！等一下，为什么？我靠！干嘛？太屌了吧！干嘛？等一下！之前安全不是一个小小的门吗？我要整发！这个安，这是那个吧？什么迷宫的那个吧？移动迷宫那个吧？嘎，真的！妈骗我啊！啊，现在进暗区不用在那个进去。我们现在还没进来，就只是外部。哦。靠腰嘞。这个才是啊。我看你太帅了吧。一样啊，就跟之前一样啊，又没变啊。阿奇奇嘞？他在厕所。厕所啊。先等他好了。你是金鱼3秒钟。